干嘛呢？我没干啥呀，这孩子，快睡觉，快睡觉。啊啊，好嘞，好嘞，睡觉啊。哎呀呀，这么快就给我们收拾好一张床铺来了，啊？不是我们，是我跟小花。啊？哎，这现在了还分你呀、啊、我的、啊？小花，你愿意你爹娶大脚婶子吗？哎，我愿意。你听听，你听听，经过这场灾祸后，这孩子一下就懂事多了。他愿意不成，我不愿意。哎呀，这才几天呢，你这个心不能说变就变了。变了，我看上更好的了。嗯，你瞧你这个女人，一天没有男人就不行。才不是呢，我大脚婶子等着你嘞。哎呀，等着你嘞，等什么等？谁等你？来，睡，睡觉，睡觉。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跟着你，你拿着棍儿拉着我去要饭去。你这么爱钱，你这辈子也没找着一个有钱的男人呢。呸！我嫁前三个男人，哪个不比你有钱？先把那五块钱给我吧。哎呀，慌什么？不是说好了到桂香再给你吗？哎呀！睡觉，睡觉。借我鸡蛋，你还了？会的。你没听国英讲，给我钱他还不愿意呢，现在都不愿意给，到了桂香他就会给了。会的，准会的。是吧？嗯，这钱你先给我，放在我自己手里，我踏实。会的，会的。哎呀，什么会的？你赶紧给我。行了，哎呀，不劳命大件了，我自己来。你看你这样子，给你，钱给你，啊，拿着，拿着，我看你敢要。这是大家伙的钱，这一路上还全靠他呢。我看看还不成吗？你把它都吃了才好呢。哎呦，我看看都不行啊，把它看到眼里去。1、2、3、4，多少钱？拿5块哈。我没看清，我看看。哎呀，我还能多拿你的？真是的，你连我都不相信。我就是不信，那一说到钱，我宁相信任何人，也不相信你。给我看看。嗯，不要紧。拿吧。哎呀，我就拿了5块，你怎么连我都不相信？拿了，我要看清楚才行。这拿，这多少啊？拿。这个东西，这不止5块，你看。我就多拿2块，
就算我救小花，你给我的酬劳。行，回来了还不歇着，明儿还赶早呢。想你爹喽。怎么不想呢？我也想。老鹰，兄弟在这儿也敬你一碗。老鹰啊，我和桂英马上就要到桂祥了，把本也送到了。完了以后，我就送你家桂英去镇桂军。你放心，我嘛，要带着小花、大脚，回。陈老母，好，桂英，抽一口。不会，抽一口心里松快点嘛。桂英，恨我吗？
我的家没了，我爹死了，家没了，怎么没呢？有你和小宝。我们马家有我和丰年，怎么会没了呢？我们两家搭在一块过，将来陈老屋他还会兴旺的吗？我就不信陈老屋旺不起来。为了我爹，为了陈老五，为你爹，啊！叔，放哨的说有一堆鬼子朝咱们这儿来了。啊！叫醒大家，赶紧转移吧。不行！刚才放哨的明明回来说，鬼子进村前已经把村里的大路小道都给封锁了，走不了了。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再说，刚接到通知，李市长派小树他们来接你们，你们就这样走了的话，我们怎么向李市长交代呀？那小树同志是等不了了。叔，这样吧，你带着大家去老乡家躲躲，我去引开鬼子，然后你带着大家立刻离开。我倒有个办法，不知妥当不妥当。什么妥不妥的？酒都喝了，你赶紧说嘛。找大脚。大，你大脚婶子有办法。不是，大脚婶子。人が誰もいません。あ、どういうことだ。送出来呗。张二，谁是村长？哦，我是。过来。我妈要送酒来。你就是村长？啊，我是村长。太君，有什么事儿？口罩一点难就是的。张二，干什么？哦，我们是在搞社火，在看戏。
什么？どうかなさいました？なるほど。ところでアメリカ人見たことないか？有没有见到一个美国人呢？什么是美国人？知らないようです。搜身开始！搜！挨个挨个的搜！来了！来了！喂！喂！我去王少爷，你这妆化的可是真够厉害的。你以为我只会化西装？我这几次压寨夫人白当了。我的高招是六龙术，我这还没好好化。我要是好好化，我能让他妈都认不出来。让我酒喝，让我酒。大脚婶，真好。哎，真好。哎，太精彩，太精彩了。多亏了大脚，大脚。大家的厨艺真好，还是还是大厨房啊！哎呀，哎，你们两个也好，你不是也好演的，有本事啊！大家收拾东西，咱们一会儿撤。哎，要不你们在村里再坚持两天，最快明天小树同志就会来了。你们村已经被搜查过了，这儿不安全，我们得立刻撤。你们去桂山路上一定会有鬼子出没，那些地方和我们村不一样。基本上没有我们的组织，各条路上一定会盘查得很严的。我们耽误不起。今天谢谢各位村民了，您呢立刻带着村民离开这里。我料定这群鬼子还会回来，到时候
如果我们不在，你们可就麻烦了。我不能让村民再为我们遭殃了。啊，对了，告诉小叔同志，请他也要小心。好吧，你们先要走，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啊。好。连长，本能伤一直在流血。腿在流血。沈丹，先给他包扎上。还是赶紧撤吧。撤。走。撤，赶紧，快，快快快快快。どうしてさっき村で歌を歌ってる役者の中に青い目の奴が二人いた。まさしく我々が探してるメリケン野郎だ。くそ、村に戻るぞ。はい、行くぞ。どけ。撤収しましたね。そうか、しなちゃんずる賢いぞ。我々はすぐ有利に元に松本中佐の作戦に加わる。奴らがどこへ逃げようと、行き先が希少なら我が皇軍の手から逃げられない。行くぞ。はい。後ろへ駆け足進め。张大夫，你赶快给看一下。好啊。后面有敌人，一个队的追上来了。行了，先别弄了，赶紧隐蔽，快！快！
要不我去趟雨里吧，救护本是我的职责。你不能去，你没见了吗？哎呀，什么药你们也讲不清楚，还是让俊逸去吧，好歹他还知道一些，也让他练练胆子。我跟他去吧。要是真的遇上一日本人，你一个人根本应付不了。陈子，要不然您跑一趟吧，您是个乡下女人，这个岁数应该不会引人注意的。我不成。我有话跟你说，我们的人都被你们给杀死了。他带着他去一趟，一切就拜托你们俩了。您那我得换条裤子吧。记住，他毕竟是个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要手软。路上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大的武器，不要放心吧。记住华妹妹啊。变了。挺好。但还是要小心点。小心点，孩子。
你可不能跑啊。大师，我不跑。武道，叔叔说这话都是为你好。你要是跑了，就害了你自己了。分かってます。だから僕を信じてください。僕は戦争が嫌いです。絶対逃げません。チン、シャンシンを。好孩子，你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把本送到那儿以后，叔就带你回陈老屋安置下来。等战争结束以后，叔送给你一个礼物，叔送你回日本，让你见你娘。知道了。先去了，让吴导走前面。待会儿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万一要有什么事儿，就跟他们拼了，杀一个鬼子就够本，杀俩我就挣一个。别，还是买药要紧。紧急行事吧，走前面。我们是跟他们一起的，我们跟他们一起的，来，放，吴同学，队长，看，这有刀，队长，刀，哎，这哪是刀啊？哎，没，这是敲猪刀，敲猪的，敲猪刀，不看他妈是敲人的吧？来人，带走。哎，走！哎，不是，不是，走！何やってんだ？彼らは皇軍のために来たんだ。行くぞ。哎，不好意思。呸！个小鬼子。人違いでした。ただ薬を買いに来ただけだ。おい、行くぞ。
太平来了。林药是什么药？帕尼西林都注射器。哎，有有有，里边请。你是不是要跑？何もしてません。本当です、兄さん。僕は戦争が嫌だ。人殺しなんてしたくない。でも、彼が僕のそばを通り過ぎた時、話がしたくなったのです。彼は僕の同胞だから。ブシアンパオ、ブシアンサレン、カンダオトンバオ、シャンダザオフ。看到同胞想打招呼，我々日本軍は出身地別に編成されています。彼と僕は同じ師団でした。同じ訛りだったので、きっと故郷が近いのでしょう。僕は再び故郷に戻ってお母さんに会うことはできるのでしょうか。ノーカンダオジャーシャン、ノーカンダオママ。你还能看到妈妈，和我娘和我弟弟都让你们杀了。对不起，请原谅我。